阿芬伯，你阿三门水库去到东江东，工厂就应该是算动态哦。1953年了，民国1953年前，嗯，就建设了，嗯，我开始就对火把带做，嗯，做起来那个，每公斤把水个每个土沙巴了，嗯，土沙巴呢。哦，吞去了。哦，哎呀，是。吞去了，到1953年噶哈，就个话咧，拄拄个水唔得，有风采水啊，物个就来咧，是将个是吞起来。嗯。哦，你啊哈三门水库你啊，搭礼拜六礼拜日应该算冬闹热咯。哎呀，干热即个先闹热啦。啊哈。3年左右。嗯，沙皮各方面做到冬好。我哋底下带咧三面带，哦，经常低了一下。嗯。伊咧咧好好反驳了，别锻炼下。嗯。哦，下来来做得做生意啊，做得看人下。哦，一定要做生意。对啊。你做嘛个生意呢？我当时啊，当时就是那个诶，风景照啦吼，个纪念装。啊，老人摄像哦，阿芬伯厉害哦。个纪念装。纪念装。纪念装，然后就旅游个个大家有天气啊。哦，噶阿芬伯算亲哩，还有介样时就会让伊翕相啊。对啊。哦，伊介样时就买安样个摄影机啊。翕相，又该买纪念装。买纪念装。含钱当然买起个条。嗯。是的。是的哈。哦。介天冻到热哈。阿爸，你落雪就开始落来了三度啊。30岁噶哈。30岁哦，噶，做兵转了，哦，条麦讲，我坐车诶，我滴个蛋糕行下来，行到那边去。行到个诶，即摆咧圣人读书啊，社会开始啊，就滴下加一下，转一下，下就滴下有水饺，水饺下卷，即只下两段下衣，下到个经常个油条都睇我。上门了，哦，上门了，该让有公家好坐。哦，很下后呢，很暗夜了。下后吼，俩巴掌有通车的吼，所以咧阿哥就会对面个二三个个有个茶站，该比坐茶。哦，就俩溜完下去，溜两段，让有茶好坐啊。所以上门了，该让有茶，让有。民国19年出生的阿汉伯，本名李成汉，身为家中的长子，下有4个弟弟3个妹妹，在普遍民不聊生大环境中，完成龙潭农校初中文凭，在20年代是相当不容易的事。青少年时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生活困顿容不了他往上升学的念头。青少年时逢太平洋战争，台湾光复百业待兴，人民生活困苦，加上结婚后不久又参加金门823炮战，由于石门水库的建立完成，阿汉伯对外的交通受到阻碍，没办法从马路出去，必须要越过半座的山才能到车站坐车，到商店买卖日用品都要走1个小时的路程。夫妻勤快工作，早出晚归，不仅是看山辟土、挑担除草施肥，为的就是要抚养家中8个小孩。有一回上山工作，不小心滑倒，脚磕受伤，家庭负担太重，延误疗伤，造成骨膜发炎，膝盖以下皮肤组织严重坏死。后来8个小孩相继长大读书，山上交通常因台风下雨。夫妻协议，小孩前途事大，放弃山上的开垦，宁愿到龙潭市集做零工，做小生意谋生。一家10口到龙潭街上租屋，阿汉伯认为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上进吃苦耐劳，上天必然会眷顾的。爸爸哈，平常当日都5点半就来打太极拳，轻上忙，
按到个妹来全部来打全家福，大家都托他的福哈，大家都按什么的，为了身体健康来运动，平常就按辛苦打太极拳转去，又爱照顾个我妈妈哈，身体无蛮好，比较挺辛苦，因为来准备药个，准备比赛哈，做好嘞。自己做好机又行下去，一米秒做胜利，所以家个责任轻重，大家来到姊妹们轻友好哈，来妹都从我们转去看老人家，两个老人家，大家都轻关心，老人家的健康，机有安个精神来打太极拳，每天挨到位幸福幸福哈，当你都去一米秒做胜利，他。他辛苦，他甜，里面爱用个坚持的客家的精神，去爱到的，给模范啦，哈，模范父亲啦，哈，伊伊要表扬哥，要模范父亲，所以爱到的，你看爱到得到摸的，给西龙孙的来，都全部都按托他的父亲友好哈，我们他是我们的模范，我们以后都会好好向他学习哈，什么我爸爸为了我的教育安好嘿、就客家精神我就亲友的光荣啊光荣啊客家精神。今天适逢农历七月二十日，中华民国101年度客家民族义民节，也就是新埔包中义民庙建庙224周年。101年今天祝大典正式开始，有15大庄轮值庆祝大典，各界代表烧香跪拜义民爷，并隆重举行了三献礼，非常热闹。初上香，再上香，三上灵香，余香。中举黄国委员即全体贵宾向义民爷爷初献花。再见花，三见花，再见狗，上见狗，二见球，再见球，上见球。哦，根本去亲老爷咯，银行亲到哦。根本去经验去个位啦。迄个15庄哦，轮出轮到个顾客连庄。哦，经验去临时面个每个一人经验。哦，轮出个顾客连庄。哦，你根本去个30点内做工啊，来到了义民工厂，来拜义民家。为了感念过去义民牺牲自己保家卫国，桃园县新竹县地区共有15大庄，每年轮值祭拜，场面非常热闹。阿汉堡本着不辜负每一位顾客的心情，
从龙潭到新埔，再从新埔转到枋寮义民庙，在新竹客运两趟车颠簸，阿汉伯不畏酷热，仍然秉持着客家人吃苦耐劳、开店门做生意、服务来往的乡亲。你要安到安到位银行，我就是安到咧银行哦。你要买起老银行互通介绍咧个唱片啦。哦，介绍银行到来就来介绍哦，爱买个 VCD、DVD， 又要卡带、黑胶个收类全部有。全部有啊，看见都卖烟啦、卖墨也有，有啊，一条安啦也有卖仔的对哦。全部有啦。好好好。阿看，嗯，你平常的话，这条微看店，通讲嘿。无休息咯，当年咯，一年365天一年都来，系嘛？当年都要上班啦。当年都要上班。要来，要开门就要要银行啦。哦。阿汉伯学习着义民爷为这块土地奉献精神。阿汉伯坚持用客家书香弦音陪伴义民爷，也陪着心目中最优质的客家文化。去年李承翰儿子和李氏宗亲回乡到大陆300年，来台祖500年，梅州开基祖，以及800年前的上杭开基祖李火德公宗祠来祭拜。一路虽然劳累，但是内心很激动，在火德公跟前父子寻根探源，感觉上对得起历代祖先。我来为到哦，讲究了个客家文化，哦，做了个客家个哦。带嘅两代啦，六年代啦，吼，一个客家族类，吼，三国书啦，吼，各方面都有啦。做呢，老人家，佮我做嘛，就都是来听书，哦，出门来随讲。一出去呢，就是几十年了哈，就几十年了，做尤其是。做这个客家的文化、客家的传播哈，一直一头栽下去，就一直做得下去，跟出跟做问题哈，就没办法停哈。啊，我爸爸呢，也帮忙我也20几年了啊，在20几年，他也没有时间进来山上看一看。阿汉伯传扬客家文化，不遗余力。替客家出版商品提供一个行销的管道，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，都未曾阻挡阿汉伯的热忱。其实就是那一颗坚持的心，不管做什么事就要把它做到最好，无论再辛苦再累都要坚持下去，而这也就是我们的客家精神。